女生现在在酒吧也唱歌是吗？对，我唱歌。她现在就是属于不干了，生活压力很大是吗？女生觉得？对啊，而且我也可以跟她一起就是攒钱买房子，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无能为力，你觉得吗？就是而且我爸我妈也说了，就是可以给你钱投资创业，她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，就让我觉得她不上进，就可能就是你觉得看不到希望跟她在一起。对啊，是吗？啊，看。男生怎么考虑的未来？你跟他聊过吗？你跟他说呀。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事儿，他就觉得他家里条件挺好的。我感觉就是我跟他说，我显得我特别自卑，我自己心里边想着就得了。但是，就说实话，我学历也不高，我除了酒吧这个工作，就是挣钱还挺快的，别的工作朝九晚五的，还挺累的。现在趁年轻，寻思多干两年能干的工作，多攒点钱。完以后，反正现在也在慢慢考虑，也不是说一点都没考虑。这么大了，也不是没长心。其实等于一场恋爱谈的，让两个人要面对生活了，是吧？对。过去你也没想那么多，说我的未来是什么样，我不考虑，我唱着就行，对不对？我有工作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愁，是吧？女生过去是家里的小姐，一场恋爱也谈的要认清生活是什么了，是吧？是啊。除了爱情，除了风花雪月，还有非常现实的面包，是吧？这都活得落地了，一落地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刚才上来以后用很抱怨的方式抱怨了他很多，你告诉我一句心里话，你还爱他吗？不爱他能来这儿吗？哦，不爱他能来，那你爱他什么呢？哪儿都挺好。